空中出口宝鸡高音，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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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华严经》的课程，跟大众讲的是《华严经》一海百门，这也是讲这个科目以来好几次的这个讲堂场地的迁移所以一直尤其是讲这个《华严经》大经都不是应该都不是很顺利的所以讲的因缘不是太顺利，听的这个因缘那就是都非常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平常就有很多的阻障，所以真的能听的话能讲的，大家还是在讲的与听的还是要多发诚心，多发大心。一切法门佛门之中讲的一切法门都是当下直指人心的法门，直指什么人心？讲的这个人是讲到学人的发心，那是要跟学人讲的人心。那但要发起这念学心之时，你会发现在你潜在意识的心性跟心中的作用上面，它就跟一般的凡夫的一些心性的作用就会不同。学习心中一定有一个正相，什么正相？学习心中，他所有的一切心中的智慧，跟他将来心中的领纳，他是会不断的增上，那叫学习。他是会不断的在自我心性当下，他当前他能够不断的突破的，那是学习。所以常说学是一定是无止境的，但要你把决心放在学习上面，它就不是一般凡夫的沉闷。一旦要是能够把决心放在平常的日用当前，你一念之间都知道为这一生的生命当下你有什么任何的愿心所为，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是在你的愿力之中，你能够环环相扣，念念为你掌握。所以有很多人他在这一生之中，他不知道这些人生对他来讲到底是什么意义。是因为他在人生的过程当前，他不懂得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时，应该要发出什么样的愿心，应该要发出什么样的心中的对自己生命中的抉择。一旦有如是抉择，但有如是愿心，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生命的过程，有很多过去我们在凡情之中的逆境，对你来讲。那不过都是一次一次的增上，纵然是被逆境之所感觉上有所困扰，但是每一个困扰的过后，都会变成你一次一次心性之中的那种智慧跟担当的提炼。这就是佛门之中讲的决心的不可思议。你但要用到决心，决心的不可思议，决心用到世间尚且都是如此。何况能够让你启程，心中不断的担当的，能够让你念念之间不会沉迷在过去所有的一切你自以为是的以为上的那一念，心中不断的向上增上，念念不住，它才能向上增上的这一念决心的信用，那是你根本的大觉醒体，那是你根本的本来的佛性。所以佛者是觉也。所以大乘佛法之中，汉传佛教里面跟你讲诸法不住，念念不住，它不是讲了一个空，好像非常这些让你摸不到边际的这些冥想，它也不是一般的一丝所谓的，好像就只是一种空谈，那不是的。
所以有的人一直认为说佛门之中都讲空，佛门中讲的那个空是就你心性之中的本来面目中说的，本来的作用上说的，说的是空。为什么说的是空？空不是一般人那种妄想误会以为是茫然断灭波无一切那种思维，空才是能够当下能够担当一切万物担当一切变化的心中的智慧。所以常说空才能够包容万物，空它才能够使世间所有的一切变化才能够什么，才能够琳琅满目，空才能够让世间的感受生命的感受生生不息。为什么空才能够让世间的感受生生不息？因为空中它不堕一相不堕一法，因为不堕一相不堕一法，所以诸法诸相它才能够不断的变化，因为有不断的变化你才会发现那个深意的盎然。所以这是讲到觉心的根本。所以今天虽然呢在讲华严一海，华严经一海百门呢，虽然是从中间的十际念机第二门中开始啊，因为之前讲到这个讲到的功课，刚好讲的这个接下来讲，但是你要明白真正你要念念之间知道所有的一切祖师设教，所以一切的诸佛的一切的教授都是要叫当下所有的一切行人，所有的一切学人当下懂得回归，当下懂得照料自心。什么叫照料？那个照料不是说有一个行为，有一个你自己以为可以抓持到的一种作用，能够好像回头照料自心。那个照料叫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就是照料。那其他的都叫狂妄，不是老实不是诚恳，那全然是狂妄。你还以为有个东西可以捉持，你还有个东西可以得到，那全都堕魔道，全堕魔心。所以纵然是从中间开始插入讲起，但你要是真正能够明白佛门之中的精髓精谛，你一样在每一个文字之中，你一样能够就当下能够贯穿。所以也希望今天在许居士跟杨居士重新再办的这个讲堂，重新再发起啊，要护持华严经一海百门跟将来大经的，真的有这个因缘讲到这个大经的将来的这个讲授，在这个道场里面，也希望所有一些新来的行者、新来的学人，你不是只是来听经，你是要来，就是要来找到你这一生之中应该对你的生命当下，你要懂得如何找到自己的发心。那也就是华严经中讲的发心功德，才是一切世间的最至高无上的宝藏，那是根本的菩提的根本。所以既然如此，所以今天讲这一句讲这个这个课功课时，我还是先跟大家先把前面的稍微为大家稍微再引述一下。一海百门讲的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一海百门，那华严经讲的是什么？是讲了你根本佛性之中的本来的安住，本来的庄严，从来没有跟你离开过一切众生心性之中再说种种诸法的，也没有离开过你当下这一念觉心之中再为你再说一切世间的种种好像有所可以捉持的一切伎俩较量。所以念念之间都要在如是大觉心体里念念回观，念念之间你都要在如是大觉心体里念念去参究。所以先要懂得，你要懂，你要有那种发生你心中的愿力，那叫回光返照的那种发心，你才是刚开始最初入门的你应该有的行者资粮跟行者心态。那再也不是盲目的在世间的一切行为上面的一切造作上面的种种寻觅，
什么叫做回头看到自己心性的发心？任何的一句话，任何的一个作用，你都要看看你当下的作用在你心性之中它能够成就的是什么，在你心里面它能够不断为你增上的心体到底是如何。那个心体之中一定包含体相用，因为你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它是什么心代表，它代表什么心，如是心中它一定有如是体，一定有如是相，一定有如是用。你念念之间就要在这边不断的先学会叫做回光，而不是你一直在外面找一种道理，什么叫空，什么叫超越，什么叫解脱，或者是什么叫做持咒，什么叫念佛，什么叫到西方。就连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要说到将来要到西方极乐，你都要知道是什么样心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极乐。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修学之中熏习当下，哪怕是一句佛号，那句佛号你若是赤诚念时，决心面对的任何的一切现在行为身口意中的种种作用，其实身口意哪一个离开过觉体，表现出来时都似乎都是外在的种种言行，但是外在的言行哪个不是你内心的根本现在的担当跟作用。最懂得用心的人，一切外在的言行哪怕是一句佛号，他将来用决心赤诚恳切念时，他再也不是认为念多少佛号佛就来接你，而是你会明白你用多少诚心，用多少现在的不断熏习，总有一天你决心面对如是圣贤名号之时，你将来会整体心性之中会发现那个转变。就类似于我常说的譬喻，一个人常常亲近大山，亲近九步九熏习步，总有一天他会发现他过去的一般世间的凡夫那种卑劣心性他就早也再也找不到，心中就自然启程的就是大山大水的意境。为什么能够如此？因为你的决心就是如是。为什么能够如是？因为你的佛性就是如此。因为他根本非种种法非种种相，但是他一定能成就种种法种种相，能成就一切法一切相是你根本面目。但是你要如何在能成就上面你能够不断的发显它，不断的开明它，就是在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也就是华严经中讲的菩萨力竭修习。什么叫力竭？力竭不是说时间多长多远叫力竭，竭这个字中国字解一个去一个力，去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心性随缘的时候，一切开悟的庄严力量性德作用就叫竭，就在这开悟的庄严力量性德作用之中，仿佛就有时量，仿佛就有时轮，时间的时。但是这个仿佛的时量，仿佛的时轮，哪个不是你根本心性之中能够力竭的心中的本来的性德本来的作用。所以你能看到如是力竭的修行，也表示什么？表示华严经中告诉行者下手时，就是要担当现在眼前的一切身口意，所有的一切的现前的变化，那都是力竭。但是过去的凡夫在力竭上面死于力竭，华严行者要在力竭上面，他能够清清楚楚能力竭的是谁。能力竭的那一念心，你不能拿种种力竭的种种造作来衡量它，但是就在这能力竭的这一念心，你必须一定会明白一切现前的力竭庄严，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心。你在哪里找到那个能力竭的心？就在当下作用上面，力竭的作用上面就是能力竭。能力竭它也无相，它现前的就是一切力竭的作用。但是这里面跟一般凡夫有何不同？一般凡夫力竭就是力竭，那力竭既然就是力竭，在每个力竭之中它就是差别。行者要在过去这么强烈的力竭的差别里面，你突然能够将来会明白，能看到这些能够呈现一切力竭的那一念心中，它非力竭之所能够衡量，但是它现前看到都是一切力竭之中的明明白白。就像类似我常讲的镜子的譬喻，当你明白镜体之时，你当然能够任其变化。过去任其变化就是力竭，
但你过去要不认境体，在每个变化中，你就随着每个变化上面不断的罗织气氛，罗织沉闷。将来你要知道是镜体时，你不知道变化吗？知道。你看变化时，你知道是镜子，能够明白变化的镜体本有的清明。但是这个本有的清明从来没离开过变化，就是当下就是一如。但是你不知道镜体时呢，就在本有的清明能明白变化当前，你却去沉沦变化，那叫可怜。你要是不具足如是心，你也不可能感受到人世间之中，就算我们现在虽然叫业报身、业感身了，但你要不具足如是佛性，你也不可能在如是业报当前，你感觉到业报之中，在你这个生命的这一期果报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一直不断在你心中，你也感觉到生命的盎然跟生命的种种你以为的种种造作跟坐持，不是吗？因为生命它本来就不是一相一法，就算你堕在业报里面，你的业报也不是一法一相吧。假如是一法一相，你就堕在那一相中，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初那一念就是那一报嘛，你就在那一念之中，其他都不会变化了。你是木头，你为什么就算堕在业报上面，你都还可以感觉到业报的不断的变化？然后有两种人，一个有福报的人，在业报中变化之中，他念念超越，这是今生有福报；一种是在业报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中念念沉沦，是今生有恶报的人。但是能够让他觉得沉沦的，也是要不断的变化，他才能够加深他被沉沦的感受的。假如他根本不变化，那根本没感受，连感受都不变化，他有什么叫做业报的感受？他也没有恶报的感受。就让他堕在恶报的沉闷之中，你都要晓得那个沉闷都是什么刹那刹那变化，他才刹那刹那受尽沉闷，你才有灵敏的那种业报的感觉灵知。可众生盲目，就在刹那刹那的变化之中，他以为恒受如是沉闷，像那心中若是清楚时，连刹那刹那的沉闷你都知道。他其实那每一个沉闷他根本不住，他才能够感觉上不断的增明，增加明白而已。所以你要先知道那念觉体，恶业尚且如此，那能够知道这一切恶业的那一念觉心，你在恶业这么样强烈的或者世间的种种福报之中，你感觉到在造作之中那种这么强烈的执着当前，你自然就会体会到一个能明的是谁。那个能明没有离开过所明，但是你最初要在所明之中，你最好最少你会懂得一点能明的是谁。那能明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再也不是过去一般凡夫，只是堕在如是沉闷的业力，那就是一般人最初修行，像道家修行时讲的最初的跳开滚滚红尘，你心中能够分得开，也就是儒家讲的在明明德。你要明白那个是能明白的那根本心性的智慧，那才是你今生之中应该要对自己生命、对自己根本之中要为自己负责的下手处，那是你自己这一生中的至高的学问啊！你要是没有这个学问，将来就是沉沦了。今生你不管今天在这个世间之中，你不管你有多亨通，你有多少的文凭、多少的财富、多少的经历、多少的这些名衔，都如大梦一场。明显财富，你所在财富底下所执着的那个业力，那种在感受之中不断一直抓持的业力，感受抓持太久时，它就是被觉之时。觉心可以知道感受，可你抓的感受一定被觉。觉心知道感受时，感受虽然是变，会变，它才有感受，但是觉心从来不会随它变，所以你将来能够任其万变，你也不变，那叫解脱。只要你忘记了觉心，你都堕在感受时，那这个感受就是六道，就是三途啊，你只能随着它变化。所以你就算今生亨通，你抓的这个亨通的感觉，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有没有自己反省？连那个感觉搞不好都是你将来生中生生世世你自己难以挣脱的恶业。
它会带着你越来越背开局大局。所以要讲到如是经时，你都要先体会到佛门中要叫你下手的，就是要你在根本觉体上面先懂得回光。你先要在懂得在每一个感受上面，先要为自己提起一个声音：觉者是谁？你要相信现在的感受再强烈时，你都不能够再过跟过去一般凡夫一样，马上就把它当成我就是如此，我就是如是嗔，我就是如是痴，我就是如是贪。这也是佛门中讲诸法无形经中讲，你看老是去妄认前尘，那如何不要妄认？每个人都讲的都可以讲出来，不要妄认。那怎么不要妄认？讲你只是一般的世间的声音，说不要妄认前尘，连你这句话不要妄认这一句都是尘相。你抓的这个不要妄认，你以为就可以不要妄认了？你是拿尘说不要妄认，还是多于尘重？所以用尽世间语言绝无是处啊！那用尽世间语言绝无是处，那如何下手？你要回头看尽决心，看到决心就是不要妄认。因为在一切感受前尘之中，你明白是觉，就类似于你在镜色前面，你先学会去认它，它是镜子，先给自己一个名字，它是镜子。因为你不能离开镜色去找镜子，你当下看着镜色，你要明白它是镜子。你光有这个声音，佛门中常说善用音声做佛事，你光有这个声音就表示你已经什么，你已经打破无始劫来一切众生的刚强安昧。你在金色面前这么样刚强，过去让你流转的金色的感受当下，你要知道它是镜子，它是镜子。我根本不必在镜色上面说如何跳出恐惧，我也不必在任何镜色上面说再有任何的将来的过去的心性之中凡夫的这种任何的追逐，甚至有任何的追逐的念头现前，都知道觉得追逐的是谁。因为现在在追逐或者是逃避的念头里面，都是随镜色而起的，随镜色而起的一切心法都是镜尘相之中的造作。在任何尘相中的造作，你都要提起一个声音：觉得的是谁？你要知道，你需要相信有如是觉，你要相信有如是觉，你才能够相信正念决心就叫无量寿无量光。所以叫你念佛的名字，也就是你真正赤诚恳切用决心念佛之时，因为决心绝对不是要你念佛，就是只是在委委屈屈，像一般众生以为是因为我念了多少句佛，诸佛菩萨就能慈悯我，就来接我。假如是如是，我不常说吗？假如是如是的话，那诸佛菩萨就是不慈悲，他非要让你念了多少，他才能够接你，他根本前面就是在整你。佛门中讲的是决心，你念了多少以后，你会发现就那句佛号，它有根本的大慈大悲，它就转你凡心。为什么能转你凡心？不是那句佛号转你凡心，而是那句佛号启发你的根本决心，决心之中就是如是。所以你懂得在一切法中先要会去回光，不要老是沉闷在自己的感受之中，我如何，我如是，我看到境界什么样，我又感觉到什么。你念念之间老是抓着如是声音，这一生中你有福报还好，但就算有福报还是根本沉沦的众生，要是没有福报会起成幻觉的，会将来走火入魔。那有一定的时间，那有一定的境界，你捉持现在意念之中你刚强以为的那种气氛，它居然能够将来为你成就呈现你心中一天到晚心中提心吊胆的那个世界，它是会为你呈现在前，那就是如此。
所以明白要是在这个心体上参的，你才能够知道佛门下手处是什么。所以今天讲到华严经一海本门，它就要在这个经题上面，你要先明白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一个经题它提的是什么？它提的就是让你念念之间照料如是纲目，那叫题。所以题字从一个是一个业，是怎么写？日正为是。你打造那不能够再随一些一般凡情的种种差异。那个业呢？业就是开篇，业就是投手的手，投手的手。你大照根本不偏不邪的大照之中，照了如是根本投手。你能够照了如是投手，站在这个手中，你念念行持，中国字写的多好，手再加一个走，就叫道，大道的道。那什么叫是手？你的手在哪里？手分两个步骤来说，一个给新学的，你念念以此为你现在顶戴受持，那就是手，念念在觉心中观，那是手。第二个，你在既然是在觉心中观，就在你现前的每一个起心动念之中，你不要忘记，起心动念它自己不能成就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它一定要经过觉心，它才能够显出起心动念的。所以每个起心动念它的根本的面目，根本的同手是大觉。那既然它指每一个念头之中的起心动念，每一个当下它的投手是大觉，你又在思维，那大觉是哪一个起心动念？大觉一定非种种法。但是你讲这个非种种法时，就再也不是过去一般凡夫的那种断灭的心中的解释了。一般人讲做大觉非种种法，它是全部波无。我要你在一切感受之中都知道，原来它起自于大觉。那大觉是哪一个感受？这是你不断心里面不断的为自己不断的自己在这边诘问的，不断的诘问当前，就会知道大觉若是是某一种感受，那就不是别的感受了吗？大觉为什么能够现出种种千变万化的感受？因为大觉从来非种种感受了。所以你讲大觉非种种感受时，你心中还有一种担当智慧，是因为你能够看尽它显现一切感受处，它才是非种种感受时。它要不能显示显出感受，你说非就叫断灭。你要是在大觉之中能够知道它能够担当一切感受时，它就是非种种感受，于是乎在如是非中你就能够担当一切感受。这个就是大圣佛法的最初下手的菩提心，叫做能够担当一切众生界。那是完全不同的下手处，因为它完全是在根本觉心的根本面目上面去体会的。所以那个大是要怎么讲？那个大是要在常体为名，经名叫大方广，所以你念念之间也要在心里面念念之间为自己塑造如是的题目，常体为名。那常体也有二义，一个是行者念念之间以其为投手，故常。那以其为投手的那个决心，你要念念参，它其实永远恒在你恒常的恒常就在你每一个现前的当下，叫常。不是你那个发心恒在，而是说你要你的发心的常要放在你知道觉体的常。那什么叫觉体的常？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每一个感受有离开过觉吗？你只要提醒自己每一个感受有离开过觉吗？你就会在一切过去凡夫流转的一切感受这么样刚强的力量里面，你已经类似已经有点打破叫做感觉的名字那种作用了。你打破感受这个名字，因为你已经在，虽然你讲的是感受，可是你体会的是觉体。就类似在镜子上面，我指的是镜色，但我要训练你，我指的镜色你要知道那就是镜子，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离开镜色的镜子。
也从来没有一个离开镜体的镜色。镜子不是玻璃，不是水面，不是铜片。要是不照出色来时，它是水面，它是玻璃，它是铜片，你只接是物，都是器物而已，它不是镜子。什么是镜子？在任何作用上面能够倒映出物像来时，玻璃叫玻璃镜，铜叫铜镜，水叫水镜。所以你不能指着那面玻璃说是镜子，你要把那面玻璃拿到前面来，看到眼前的种种物像呈现，那叫玻璃镜。那所以镜子现前时，镜色就要在那里啊。你看的是镜色，但你心中体会的是镜体，这是最初的回光。你心里面若是能体会如是最初的回光，再叫你念佛，你念的是佛，你贯穿的是你心性之中如同佛中的种种真相。因为我刚刚讲过觉心，你用错了，它一样在觉，可是它觉的就是什么？它是非常平等的。你用错了，它就给你觉起，就叫错觉。你给它错觉的相，觉就为你呈现错觉。这众生在错觉不错觉之中一直流转，所以还有一方众生就在错觉不错觉中一直想要搬正，一直想要导正，一直想要归正，都叫徒劳啊。佛门大圣佛法汉传佛教直指本来，你只要认得那个觉体，你就不会堕在是错非错、过去终身那种妄想流转，何况还在是错非错上面用尽心力想要挣脱改变。我说的不是不要挣脱改变，不是说你不改变，那才是真正的改变。因为你用世间的改变呢，将来你认为变时，将来还会轮回。为什么会轮回？因为你过去以为的改变是抓着真有如是事，然后做种种改变。那将来你在改变处，其实心理学就知道，在潜在意识里面，你还是执着如是业力。所以那叫你要先懂那个大，叫常体为名，常片为义，常片为义，义理的义。常片是什么常片？你念念之间敢担当现前的，念念之间懂得现前下手了，这不叫回光下手。什么叫下手？每个念头中，哪怕是打坐参禅，哪怕是一句佛名，你都要明明白白。所以为什么叫你念佛时都要明明白白看你心口中所念的佛号？他再也不是让你堕在佛号之中，再起身妄想，起身种种妄计，我去得了去不了西方，阿弥陀佛会不会来接我，然后很可怜，我念那么多了，弥陀一定会接我，弥陀好慈悲，对，我念那么多了，他怎么会不接呢？光你讲这个话，你自己就可以思维你已经很委屈了。但是呢，明白心性的人呢，你懂得决心的人呢，你知道这句佛号它就是圣人的佛号，那个圣人的佛号也不同于世间的圣人。这个圣人的佛号，你要是念一般的世间圣人，你可能在你要是诚心时，你就在这句名号之中，它能够不断潜移默化，就是世间的智慧在你心中的萌起传递，叫不断的潜移默化。但是你念圣人的名号一样潜移默化，但是潜移默化时，它是让你念念之间，它超越一切世间圣贤的智慧。所以《华严经》中很多大经都讲，你要看到是类似啊，就是譬喻，你看到是大山的这种心中的体理、心中的变化，跟看一般的山岳的变化，毕竟不同，心中的体理毕竟不同。所以你明白心性时，你自己当下念佛，你都要相信佛一定来接。你讲这个佛来接，再也不是那种委委屈屈一直想着等着他来接，而是你相信自己的诚心跟现在所念的佛号，这句佛号的大慈大悲根本的面目，你自己的诚心是什么？叫自他二力合合，佛绝对来接。
你没有那个诚心，老是以现在以为说都是他力，他力，他力。我要是真正都是他力的话，不是现在都讲我们念佛是他力吗？他力的话，你们都应该早去西方，何必还要在这边苦苦在这边念佛嘞？他力啊，那佛就不会把你们接去了吗？他力，你在这边干嘛呢？那佛为什么不接呢？那一定不慈悲，你们贿赂还不够。所以过去古德讲仗他力，仗他力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永远不要把心拆解来说，我当跟你讲仗他力时，就是长养自利处，因为心现前处就是自他二力现前处，心不是自他，现前处就是自他，心必定有主叫做自，你必定有个方向叫做自，所以你一定能够依种种缘起是他。要心能做主，不能依缘起还有心吗？哪怕是你现在的一个意念都是如此，你心中一定有个所主，所以能够起成种种 眼睛观色，耳朵闻声，不是吗？才有世界的种种盎然的感觉，不是吗？那我说仗他，仗他是什么？仗他是你更能够明白自心之中的诚恳，仗他。那讲到佛门之中讲的自力，自力在哪里？自力，自力在哪里下手？祖师也告诉你的，自力之中你念要依他，所以要懂得选择于他。所以明白一心之时，说自他不会狂傲去轻蔑于他，说他，他不会委屈那种可可怜怜依赖于他。这一句佛名都还要清清楚楚如是念得，那叫不可以少功德，得生彼国。你抓的他没有字就是少功德，你抓的字就没有他就是少功德。你什么叫功德？甚至于说什么叫多功德？佛门之中尤其是净土经只告诉你不可以少功德，从来也没跟你讲什么叫多功德，他是告诉你少就是不圆满，圆满就是功德。那圆满在哪里说圆满？圆满是在决心上面，你的圆慧叫圆满，你要在这个根本佛性中圆慧叫圆满。所以你要懂得长片，我现在讲的每一个字没有叫你背名相，谁告诉你真正当下的发现是什么？常体为名，那是你根本的名目；常片为意，那是你念念之间心中清清楚楚的体理纲要。所以意者从阳从我，道那个道义的义啊，义理的义，从阳从我，阳者明明白白祥和相，我者当下就是直下担当的体理。那么方呢？就法得名，法是在什么上说法？现前的一切作用上，现前的作用，因为过去我们拆解心性已经习惯了，所以讲到现前的作用，你可能就看到眼前外面的一切，不是人。将来每一个行者，我就讲到佛门之中，既然讲到学人的发心，要直指人心，是跟学人讲的。学人的发心讲现前这一切时，你要看到现前。不要忘记你的心性，你看到心性就一定不会避开你的现前，所以你就会在你眼前现前之中一切感受之中，你会懂得它代表什么心，它代表什么行为。哪怕是光是这样子思维，你都是最初跟法这个字相应的人。这样的思维也就是佛门最初 接引众生下手时教授一切众生的那一句话，叫做明辨因果。什么叫明辨因果？明辨因果，你就不会死在种种相状着相之中。你只要不着相，心就知道什么是心了。因为你不着相，你解释的一定是心。当你明白是心时，你一定能够看尽一切相。就类似我常讲的，你要明白是净体时，你一定能担当净色。可是你要堕在净色时，你就一定忘记净体。
就是如此。所以他说就法得名，在一切感受一切法呈现时，你当下就要知道能呈现者谁，所呈现者谁，两个中间的作用。你常常这样思维，现在虽然叫你思维的是二，有能有所，有担当有作用，似乎是二，但是因为你是已经念念之间在佛性上面念念回光的人，你现在刚开始下手时一定是约如是二相之中，不断的为你心识之中慢慢张扬，慢慢成熟，慢慢熟悉，那将来你明白心识了，它自然为你破二，你就不必更想要怎么样断这个二，自然为你破二是因为知道是一心，那破掉二是他能够担当一切二，所以他才能够知道不二而二，现前就是有自有他，有能有所，不是吗？但是现前有自有他，有能有所，你都站在心性中看，觉心之中觉他，觉自不都是觉吗？既然都是觉，觉字之时，虽然可以立一个字，立一个他，名字不同，但觉可能可其格有差，从来无差，那就是他，就不是那个，不能讲他，就讲你会忘，你会打混了，他就是如是。所以将来你就会在觉中能说他吗？能，能说字吗？能。所以你在觉中说字之时，你在字中一定明了于他。你站在觉体上说他之时，觉心之中一定明白于字，所以你如是在觉体之中说字说他，都叫圆满，都叫圆融，都叫没有过失。假如你不是在觉心中说的，就是一般的众生言辞说他，就非字，说字就狂妄于他。那都是众生语言，那都是众生习惯，这根本不是佛门中所讲的下手处，所以叫鬼持为意，念念之间不能够越如是越度如是学人的法性，学人的心性，鬼持久了以后久心成性，你总有一天能够用得到它，因为它根本就在从来不失，你过去不认识，因为你习惯已久，那将来在你根本不识之中，你要怎么样回头去认？你说念念之间一样用如是的觉照，用行者的、用学人的诚恳发心，就能够反观。所以现在有人说学习哦，懂得佛法了，什么什么都不要，什么叫做觉心清明，就是自己的本来宝殿，所以你根本也不用什么听经，也不用闻法。那将来要是成佛时，你也不要见色，你也不要闻声，对，你也不，你什么都没有，那叫成佛吗？那叫贴在墙壁上，哎，挂在壁上算了，木头吗？虽然这一个决心非种种坐相，但你不要忘记，还有一句话才能够把决心做满呢。这个决心现前，它能够成就一切坐相。将你找到决心太难了吧，因为决心根本无相无状，如何找决？你一定要在一种种坐相之中，你要知道什么样坐相与决是相信相类相异，你自然就能够返璞归真，就类似于镜子，镜子现前就是镜色，镜色现前就是镜子，但你要找镜子太难了吧，你离开镜色找镜子难吧，你能够离开镜色找镜子吗？你找给我看看，它根本无相无状，它根本镜体根本连，它也不是玻璃，也不是水面，它根本无相无状，你在哪里找？现前镜色上就是，它镜色起处，你明白镜体时，它才能够成就一切器物，可以名为镜子，在玻璃叫玻璃镜，在水面叫水镜，它才能够一切成就。但是在见色上明白见子时，那见色不就是明明白白吗？所以你就会分别什么样的见色，虽然都是一样，它没有分什么样的见色，但是在见色上面，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性担当？你随见色往下沉沦，那是流转；你随见色念念回光，知道它其实就是镜体。见色你不必避开，将来你看到见色，
你看到的就是净体。当你在净色上面明白净体时，净色再往下的变化你都能知，叫做旁观者清。但是你过去在这个净色的势力之中，你往下沉沦时，你一定躲在差别业力。对，先要，虽然是我们从中间开始讲，但是名字还是要先跟大家再重提一遍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Thank you.